讲到保养，讲到按摩，那自己在家按摩呢非常方便，可以天天做。我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什么好东西呢？推出了更新的一台，爱保养的女生每个人都会有一台，它叫做新沙机，它又叫做轮廓线管理美容仪器卧蚕制造机。它这个是不锈钢的刮头，这个弧度呢到了日本去取得了最精密的运算弧度，是充完电呢它的续航力大概会65分钟，热跟冷的两个温度按一下，这个是热度呢大概是42到46度，然后再按一下之后，有听到声音吗？每分钟它可以震动8500次，热呢它就是可以加速我们保养品的吸收，然后再按一下蓝色，一秒钟它可以迅速从温热的变成冷冰镇，温度呢大概是6到10度，然后再按一下它又会震动，冷呢就可以冰镇，冰冰凉凉的很舒服，就可以收缩我们的毛孔。现在买这个新沙机呢送3模的生态水活紧肤水光针，我现在来按摩给大家，每天只要10分钟擦在脸上，然后你有眼霜的也可以按在我们的轮廓线的，这样推拉提，完全就紧贴着你的皮肤，推上来之后呢再顺你的弧度上来，整个是紧贴，完全没有空隙，精华液吸收之后呢，我现在转冷，蓝色呢就是冰镇它，收敛我们的毛孔，看这边的弧度你看到没，法令纹变浅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吗？你看这边跟这边，这一台呢它还可以经络按摩，这样推，非常棒的一台新沙机，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，只要你愿意做都一定